逃进现场，有疯狂撕奶、丢胸罩、据目测 D cup。何必要说苦，何必要说苦，快向前走，找到你的生路，找寻生路，要跨万步，要跨万步才到安乐土。今天叫做风淘秀，其实我很想哭。演艺圈有哪一个人会在自己办秀的时候强蹦金曲奖？就是我啦。我一直觉得我的命运冥冥之中一直有一个衰神跟着我，从小到大都是这样。你知道我刚刚干嘛坐轮椅出来吗？ 我膝盖韧带受伤，但现在当然是不会影响到走路。然后我看到我的医生在下面，然后刚刚有拍照吗？快发，陶晶莹坐轮椅病情严重，快点，我们今天的新闻一定要盖过金曲奖。你以为真的有人丢胸罩吗？这是第二波新闻稿啊，各位，好不好？赶快发！逃进现场，有疯狂撕奶、丢胸罩、据目测 D cup， 赶快发！真的真的。然后我就，然后还要闻他，哎，有没有在拍？不能笑而已，快点！有没有发稿？发稿？发稿？发限动？搞到现在好像没有来看风淘秀，他这是此生最大憾事。